请求他学校的贩卖机一次掉三罐饮料，因为如果一次掉三罐，那只有我。主啊，请求他学校的贩卖机一次掉三罐饮料，因为我一次。请求他学校的贩卖机一次掉三罐饮料，因为若一次掉三罐就会卡住。卡住了，那你再来吧。因为是不要理我，因为一次掉三罐饮料就会卡住。再睡一会儿。主啊，请求他学校的贩卖机一次掉三罐饮料，因为一次掉三罐饮料就会卡住，只有我才知道怎么拿出来。看，是不是都会有？等一下，麻烦，想要做什么？告诉我。主啊，小天使出现的时候，是不是都有关？如果真的有，可以请他们出现在我家附近，因为我们担心抓不回去的萤火虫。狗娘。主啊，没有来说，没有来说是帮助。主啊。主啊，朋友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，我想请您帮个忙。那我们就叫很重要。主啊，朋友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，我想请您帮助我，让我能交很多很多好朋友。帮帮我。魔咒。再来鬼打墙。鬼打墙。再加油。主啊，朋友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，我想请您帮助我，让我能够交很多很多的好朋友，尤其会是会不行，加油。主啊，朋友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，我想请您帮助我，让我能够交很多很多的好朋友，最好是那种能够请我吃大餐的。来，下一场。清干。主啊，请您现在赐予我一道圣洁的光芒吧。
那我看看这三关过关了，到底哪一站才会中奖？其他的关我都试过了，都不中。都没办法，都看不透。不会中。讲述还是看得出奖啊？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哪一张会中？哪一张会中呢？你看这个，然后看的那个主角说，不是阿明吗？光芒，芒，芒，主啊，提现在是你回到，辛苦哦，仔仔。二，年纪四啦。七。你有没有什么心声要说？哈哈。七。七。好，谢谢。从下到上。喂，可以吗？你看人家要。那我看这三张刮刮乐，到底哪一张会中奖？其他的刮我都试过了，可是都看不到。看，啊，那是好恐怖哦！那是哪一位？不要看你啊！主啊，请您赐给我一道圣洁的光芒吧。那我看看这三张。主啊，明天有 F 四的签名会，我想拿资料给他们签，这样你能道歉吗？那你要自己切拿去卖啊，自己切拿去卖，卖更多，还可以喊价。